一样要介绍的是非常好玩的游戏，叫做黑色沙漠。黑色沙漠的什么呢？影子战场，它是 1v49， 等于就是一场里面会有50个人里面的大逃杀游戏，非常好玩。之前我都是单人，那这一次呢，今天啊，我是要来组队，找那种厉害的高手跟我一起组队，一队三个人。今天跟你们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，今天一个小时之内，我只要杀到一个人，我就会送出非常稀有的高级宝物序号。来来来，我们来看看我们第一场有没有办法直接让我击杀到人呢？虽然有点想太多，不过我觉得有机会啊，有机会吧？有吗？来了，开始了，马上开始，你们可以来撞我啊，可以来给我杀，哎，也是可以哦。你们就看到我等一下下去第一场我一定选驯兽师，你们看到驯兽师就送头就对了，我搞不好就拿到击杀了。准备了，女武神驯兽师，哎，有没有？驯兽师真的很好打人，可是他不能被围殴，他太软了。我看一下我们在哪里，我们算蛮中间的，等一下一大堆人会往我们这边过来。我们一开始这个真的很重要，一开始收装备超重要的。哎哎哎，那边有人呢，你在这边打怪，这不怕被打哦？我觉得我们会死，这个战士我们打不赢啊！我被打了，我以为那是怪物，结果竟然是人。10米没杀到人，我来选个女斗士或女武神好了。哦，那狂战士真的很 OP 耶！女斗神打人的声感觉很赞，女斗神打人的声音很舒服。旁边有人在我这，哎，前面有人，围殴他怎么样？我觉得我队友好像很猛哎。我们第一次围殴了一个人，成就达成。你们不觉得我一次比一次有进步吗？我觉得有啊，我对自己的表现感到越来越满意。来了，我们来打了，快点去找我们的法师，快点。哦，我除掉一个狂战士，我得到我今天的击杀了，你们有看到吗？我成长了，我在捡尸，就是这么简单，这个游戏终于不是被捡了。原来我是被女斗士的、啊，我们要进安全区了，还有31个人。我应该是所有工商影子战场里面第一个杀到人的，不是第一个，也是前几个啦。我一直在进步，因为我是游戏天才型的。好了，算了，不要太骄傲了，我们再杀到人再说。有人在这里，我被那个打倒了，我被吸了。哇，太痛了！我这样放生队友是不对的，我知道，不过我可以丢燃烧弹。我不能死，我是他们的精神领袖，虽然没什么用处。补血中，稍等。东方向打起来了，有眼睛的都看得到，我队友应该发现了。打不打？他们去捡头是不是？来，我也来了。要打这只是不是？他倒了，他死了。是不是有人在打我们？对。我队友死光了，我不行，我尽力了，除掉冒险家一，我这次的任务达成了。我跟你说，我现在就送序号。这游戏可以跟大家一起玩，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。之前都是单机比较多，但是呢，自从有影子战场之后，开始可以有朋友了。打下去，有，踢死他！我们要跑了。哇，怎么死了？我们被旁边的法师打了。玩魔女哦，好啊，来啊。可是魔女好像打过来没有很痛哎。里面有人，你们看到吗？哎呦，吓了我一大跳哎！黑暗骑士哎，刚刚那个好像很强，好，就他了。我还没玩过这个大剑士，怎么这里这么空旷啊？
没有怪物，原来是有人，快走！你们刚刚看到吗？我的眼睛很尖。光，哎，第一场真的是好运啊！好，我今天先玩到这里，我先把。